练到现在，我的体能现在29岁了，目前还是在巅峰。其实几岁练都来得及。每一个喜欢打篮球的，小时候甚至到现在，都梦想有一天可以灌篮。让我们欢迎170公分灌篮王黄士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士伦。那士伦呢？等一下会带给我们灌篮课表，但是呢，先不要急。我想知道士伦，你当初是什么时候开始练习的？你是一开始弹跳力就这么好吗？我当初是国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不是会在那边摸班牌，因为我们也只能摸到班牌，摸不太到嘛。那班上有一些校队的朋友，他就会激你。那人家激我们，我们就会想要去努力去突破。那从最基本的土法炼钢，我们回家一直跳跳绳啊，乱跳啊，科学越来越进步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去分析要怎么样才可以跳比较高，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带给大家，用正确的方式让大家在不受到伤害，又用更有效益的方式去增加我们跳跃高度。那像这样子练呢、啊，我们要一个周期是周期要多少才会有一个明显的进步？其实我们至少最少尝试3个月，大概12周。那但时间越拉越长，前半段的会比较突飞猛进，后面会越来越慢。像我一直练到现在，我的体能现在29岁了，目前还是在巅峰。其实几岁练都来得及，因为练跟不练，有练一定比较好。对，因为健身本来就好吃。所以像我们现在练习，你觉得是只要每一个人透过科学化的训练，都有办法灌篮吗？还是其实不一定？其实灌篮影响的层面很多，你的身高跟手长就会影响到你跟篮筐的距离了嘛。对，所以当然高的人达成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的。如果你今天像我170公分，我现在灌啊，其实也要热开才有办法灌。才有办法。那如果你今天更矮，你160，说真的会更遥远一点。对。所以等下士伦呢就会分析我现在身体的条件，30岁的上班族的身体条件，然后给我一个属于我们的课表。那这课表呢，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增减做使用。对。还不错。今天起跳带起来，比如说你这样带起来，你这个。这边其实有在帮忙拉，对，你这边拉很少，你就好像跑步是这样子。哦，我这边力量没出来。比如说你跑，我没有把它带起来的。核心也要用。我再试一下。但是你不能因为要刻意做这个动作，让你的速度变慢。啊，速度要出来。因为你的速度跟力量没有结合，你一样上不到。所以其实我要跑快一点。你跑快一点，但是你会一个水平转垂直嘛？嗯。如果你跑太快，转换能力不好，你会变成往前飘，反而高度下降。好，懂意思。对。现在第3次试跳，还没有经过训练，但是士伦给我一些提点。哦哟，他刚刚在摸这样嘛？篮筐标准305，那他真的应该至少要摸到308-309左右。那我能扣篮的话，大概要多少？其实要扣篮的话，至少要超过20到25公分。所以你要摸到325到330之间，至少对不对？至少，而且这个还是你要抓得住球的情况。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先从抛球开始。那我们在做跳跃率训练之前，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起跳的结构是怎么样。那我们今天要做到跳跃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动作是歪、踢、歪、加甩手，我们要增加这4个部位的力量跟用力的速度。那其实起跳的技巧也有很大的差异，像它速跑跟原地，其实它就差了大概18公分，其实差蛮多的。那我们今天不管是进阶还是初学者，我们一定都会有徒手的跳跃力训练。那我们以下我们有7个徒手的跳跃力训练，那大家可以跟着做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那我们暖身的第一个动作是抬腿跑30秒，2组 ，Let's go。跟上12下。开始这个第一件事，我就要买士伦的这个髌骨掐压带护具，就是它可以保护你，不是受伤才用，还没受伤前就要用。第二个动作是蹲跳，我们就是深蹲的动作，直接跳起来。要全力吗？我们大概用8到9成力。那我们跳的时候注意哦，很多人觉得会受伤的原因就是他的跳不正确，他跳都这样子，内八。对，那你每一下都在拉扯跟磨损你的关节，所以我们要做到正发力。1、2、3，8到12下，然后做2组。第二个动作是一个水平接垂直的转换能力，做一个大概7分力的立地跳远接往上。我们做这个动作，
上摸的动作。对，这个动作我们做六下两组。六下两组。这个动作非常累，因为它是一个水平立定加往上。那我们第三个动作是向上伸展跳，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做8到10下，我们做两组。这个动作跟我们的原地起跳就非常像了。我们弯曲我们每个环节，踝、膝、髋向上伸展。我们只有第一下会比较慢，第二下跟第三下到第十下都以最快的反应时间往上。那我们跳的话都是垂直，不要往前跳。我做一次示范。那我们第四个动作是单脚的90度跳，那这个动作对于单脚起跳人非常有帮助，那这个动作难度非常高。我们会做一个弓箭步的动作，那右脚我们踩左手先跳手，我们跳起来之后不换脚，不是交互蹲跳，往上蹬，1、2、3、4、5 ，OK。那我们进入第五个动作，单脚的横向跳跃，这对于我们篮球员的变向能力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可以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做大概10到14下做两组。那我们进入第六个动作，小腿跳。那小腿跳我们先做单脚。小腿跳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膝盖不要太弯，那当然加减会弯一点。用小腿的方式做50下连续弹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样跳的方式我们做50下，右脚完换左脚。我们单脚的动作要先做，我们最后会做一个双脚的。那双脚的我们做80到100下，我们做两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进入我们最后一个动作，第七个动作，为什么它在摆在最后呢？因为它最累。好。我们等一下做一个波比跳接往上，好，我们做波比 OK， 那我自己有3点，我觉得我可以以新手的身份给大家一点建议。第一个就是，世文说你跳的时候要保持刚性，你的大腿要一直出力。对，像我一开始做的时候，我都会软掉，因为我以为这样是缓冲，对身体比较好，但其实不是这样。因为你软掉，你接第二下的时候，你就是用一个没有张力的方式在往上。那你保持刚性，你接第二个反射用力的时候，你才会有那个力量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你一定要去注意你每一次落地的位置。对，我们是要往上跳，我们不要一直往斜前跳或跳飘掉。因为你这样的话，你才能够知道说，你要之后怎么摸框，你要怎么样在空中去掌握你的身体。对，所以你每次一定要记得你落点。那第三个呢，我觉得是你身体要稳定，所以代表你核心从头到尾你都出力了，不然你会就像我一开始做横移的时候，其实你到一个点的时候，你只有单脚支撑，你身体是会晃的。对。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呢，你也可以像我们一样，用影片做记录，去回放你自己的姿势，应该就会得到大幅的改善。检视自己的动作，其实正确的动作大部分来讲会正确到用到我们的肌肉，我们不会不舒服。但是正确的动作如果做过量，也是会过度训练，也是会不舒服。